jungle. Audio Jungle. 人生无常，难免会有时顺境，有时逆境。我们要学会转逆境为顺境。压抑的时候，换个环境呼吸；困惑的时候，换个角度思考；走不通的时候，路旁边还有路。无需解释时，沉默是金。我们要学会放下，凡事看淡一些，不牵挂，不计较，是是非非无所谓。人生苦短，好不好都不必遗憾，乐不乐都不要失望。过得好是精彩，过不好是经历。一生要做两件事：感恩、结缘。人生三件事：学会关门，学会计算，学会放弃。人生三问：尽快有多快，稍后有多后，永远有多远。人生三处：发现长处，理解难处，不忘好处。放弃并不是心血来潮，各种失望累积在一起，最终在沉默中爆发。Aspidugo 等于 WINDOWADSBYGOOGLE Bush， 没有声音，没有吵闹，就这魔镜悄悄地放弃了。当你心疼一个人的时候，爱已经住进了你心里。爱是一种心疼，只有心疼才是发自最内心的感受。温柔可以伪装，浪漫可以制造，美丽可以修饰，只有心疼才是最原始的情感。遇到再大困难的时候，不要惊慌，切莫要学会冷静，不要去想助求别人。以前有家人帮你，现在需要你一个人面对挑战。从绝望中寻找希望，快乐总和宽厚的人相伴，财富总与诚信的人相伴，智慧总与高尚的人相伴，魅力总与幽默的人相伴，健康总与豁达的人相伴。弯得下腰才抬得起头，在人生路上，不是所有的门都很宽阔，有的门需要你弯腰侧身才进得去。所以必要时要能够弯得下自己的腰，才可能在人生路上畅通无阻。抬头需要底气，弯腰需要勇气。每个人的生存空间都是有限的，一味高昂住头，必然要碰得头破血流。能够适时的弯下腰，才是人生大智慧。你勤奋充电，你努力工作，你保持身材，你对人微笑，这些都不是为了取悦他人，而是为了扮亮自己，照亮自己的心，告诉自己，我是一股独立向上的力量。Aspidugo 等于 WINDOWADSBYGOOGLE Bush， 不管发生什么，都不要放弃，坚持走下去。人生的路经历过，才知道有短有长；人生的事阅历过，才知道有喜有伤。生活的滋味品尝过，才知道有苦有甜。人生应该有所舍弃，但不可舍弃快乐。人生有些东西可以输掉，但不可输掉心情。再多的纠结和彷徨，一笑置之，一切随缘；再多的挫折和沧桑，泰然处之，随遇而安。是那个人不说他也懂，不是那个人说了也没用。是那个人不解释也没关系，不是那个人解释也多也。是那个人不留他也不走，不是那个人留也留不住。是那个人不等自然会遇到，不是那个人原地也会走丢。